两国应该坚守、坚持独立自主传统，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，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。我们主张相互尊重、平等相待，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霸凌行径。维护和增进政治互信，在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，加强战略沟通，加强立法机关、政党、军队交流合作。着眼长远，推进两国大项目合作，抓紧落实马克龙总统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在核能、航空、航天等领域达成的新合作共识和协议，鼓励两国企业和有关部门在联合开发第三方核电市场、航空工业、卫星研制和应用等方面开展新合作。总统，谢谢大家。